历史的诱人之处在于经得起品读，既像好茶一样清香，又像好酒一样甘醇，智勇双全，德才兼备。历朝历代，人们对于赵云的评价基本都离不开这些。然而仔细品读历史上的赵云，发现他的人生经历竟然发生了一些的奇妙的事情。第一则主机缘，赵云所出生的常山真地在动乱的三国时期属于冀州牧袁绍的地盘，赵云经过深思熟虑，带着家乡的一丛厉兵去投奔了白马将军公孙瓒。公孙瓒对于赵云的到来既惊又喜，按《三国志·赵云传》记载，云身长八尺，姿颜雄伟，为本郡所举，将一丛厉兵一公孙瓒。时袁绍称冀州牧，瓒身幽州人，
退军。诗说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赵云的人生经历有些崎岖，但机缘巧合之下，事情发展到后面总是能变成好事，令人欣慰。第四，后继有人。姜维在艺术作品里素有文成诸葛亮、武继赵子龙的美好形象，然而姜维看破诸葛亮计策，与赵子龙大战的故事情节毕竟是小说里塑造出来的。历史上的姜维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加入蜀汉，史书中也并未记载姜维和赵云有过什么交集，倒是在几十年后刘禅下令追视赵云时，姜维对赵云一生进行了很好的总结。按《三国志·赵云传》记载，后主赵曰：“云溪从先帝，攻击既筑，朕以右冲，涉途艰难，赖世忠顺，寄于危险。夫是所以续元勋也。”外译云：“一世大将军姜维等意，以为云溪从先帝，牢记既筑，经营天下，尊奉法度，功效可书，当阳之意，一贯金石，忠以位上，君念其赏，礼以后下，臣望其死。死者有之，足以不朽；生者感恩，足以允身。谨安世法，柔贤慈惠曰顺，执事有班曰平，克定祸乱曰平，应是云曰顺平侯。”姜维总结赵云的人生时提到了长坂坡之战，称当年赵云的行为当阳之意，一贯金石，这八个字本没什么特别，但是在看过姜维的传记后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按《三国志·姜维传》记载，亮辟为为苍曹院，加奉义将军，封当阳亭侯。时年27，亮与刘府长史张毅参军蒋琬书曰：“姜伯曰忠勤实事，思虑精密，考其所有，永南继长诸人不如也。其人凉州上士也。”又曰：“须先教中虎步兵5000-6000人。”姜伯曰：“甚敏于军事，既有胆义，深谢兵役。此人心存汉室，而才兼于人，必教军事，当遣一公觐见主上。”诸葛亮在得到姜维之后对其非常喜欢，在给蒋琬的书信中对姜维赞赏有加，称其既有胆义。赵云曾经也得到了一身是胆的赞誉。姜维获得的官爵也十分有意思，奉义将军，当阳亭侯。当阳是赵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，跟姜维本没什么关系，且当阳又是属于曹魏的地盘，而姜维被封为当阳亭侯，出现这样的巧合，我们认为是诸葛亮对姜维赋予厚望。几十年后，刘禅在下令追视赵云后，姜维给了赵云极高的评价，而回想赵云与姜维相识的时间也不过是一年左右，赵云在年老时遇到姜维这样年轻的一个知己，想必也是人生当中一个意外。惜字如金的史书没有给后人留下赵云和姜维之间产生的交集，只能从些许文字当中寻找到一丝线索，这也给艺术创作留下了很好的素材。